这局是2021上海杯象棋大师公开赛的第二轮，红方是来自于广东的羊城大帅吕钦，今年59岁了，黑方是来自于浙江的象棋大师黄珠峰，今年29岁。截止到2021年5月31日，我瞧了一下这个等级分排行榜，吕钦特大排名第8，黄大师第12，等级分前23名有俩人没来，一位是许云川，一位是郝继超，应该是有事儿。来瞧一下开局，第一步羊城大帅走仙人指路，黄大师足底炮，红方中炮，黑方补象，补的是三象，保留跳拐角马的机会，红方飞边象，防止黑方冲卒啊。接下来黑方走最多的就是横车，本局黄大师跳马，只是想出直车了，红方正马，黑方出车，红方两头蛇，对手跳边马，红方平炮，黑方出车，红方跳正马，黑方平炮把双车都亮出来，吕特大给马跳上去，黑方补士，红方也补士，黑方冲边卒，红方双马盘合，先把造型摆好，亮亮肌肉，黄大师率先发难冲卒，双方的第一次冲突，红方要是吃，黑方就进车捉双马，对手先跳上去踩炮，不能白给啊，退一步，红方没有选择进兵过河吃卒，他是横车，那黄大师又冲了过去，红方平车一逮，黑方进车保住，他准备往下冲卒拱车了，红方一吃，黑方吃马，红方吃马，黑方还能吃，那这玩意儿也不合适啊，这里大帅啊就把马跳上去，你可以吃一个，但是不能吃俩呀。黑方要是不动，还能踩卒。截止到目前为止呢，看似红方的棋很活跃，但却是黑方占优。对手想继续保持优势，可以选择进炮打兵。红方要是踩卒，就再打一个，吃完打着车，往后退呢还能打串，也是比较不错的选择。实战黄大师提车到巡河。他这招是想往这跳马对子儿，首先你不能逃吧，黑方平炮打车，这怎么办？车身后是底象，这不行啊，你要是踩马，那黑方吃了，还抓着上面这个，这不就没点了吗？要是进炮来保就冲中卒啊，如果对车，黑方就平卒遮挡，这不还是阵亡吗？这里黄大师提车，只要再一跳马，红方必然会丢子，但大帅是何许人也，前两天把天一都斩于马下了，这里走得非常稳，回马踩卒，这回就安全了，但黄大师依然跳马对子儿，红方踩掉，黑方一吃，红方把中卒干掉，黑方走一招双车夺马，补象可以走，当时回马也没问题，黑方不对啊，掉头捉炮，红方用车来保，黑方进车吃兵，锁住了红方的中士，对手出车，黑方过来捉炮，红方架中炮，黑方出老将，这个比较把握，这确实没棋了，红方先拉个野啊，哎，把这卒吃了，黑方也想发射，怕红方下底炮，当时忍住了，选择平车，红方把边炮挪过来，呀，还是要下底，黄大师这时候平炮打马，想把红方的中士给霍霍了，但是大帅又不干了，他进炮，就是说你敢打马，我也打马，比如说再打个象吗，那红方就下底车了，马没了吗，电炮红方就下底没用，上将的话红方就平炮将，在这等半天了，都这造型只能弃车砍炮了，电士的话就用炮将了，把这小炮一闪，用车将电士退车将回去，大刀剜心，这不就完了吗？当时红方进炮，黄大师没敢发射，他弄了一招进炮，学名叫李代桃僵，就是替这马受死，红方走自己的平车，要下底炮然后吃中将啊，黑方进炮打马，还是动手了啊，那红方给炮吃了，黑方平炮打象，现在红方是不能下底，但是可以进车捉马呀，看来黄大师已经想好弃子攻杀了，他也不防守了，
想防可以这样走，让红方用车吃别用炮打，当时直接甩局不管了。这样走，我说实话，不是我死就是我亡啊。阳城少帅特别冷静，他先平炮一将，黑方回将，红方平炮打马，黑方下底将军，红方电视，黑方吃炮，哎，得回狮子了。现在黑方还有双车夺势的棋，红方这样走，下底车将电视，然后自己再补一手。阳城少帅说，我踩车你得管呢，你不能不管呢。那他就平车抓象，红方进炮象不要了，但很明显黑方不敢吃啊。红方电视，然后呢家里这个视象啥的没法调整，现在就问黑方这个车往哪躲，你是挖地道还是坐飞机都来不及啊。黄大师没慌，他来了一招双剑合璧。这里咱们要知道，红方可以这样走，双车夺底势吗？黑方想化解只能下底炮一将，红方电车，不管黑方是上将还是补士吧，红方都能吃炮。黑方在平车抢占一个重要位置，这种走法也是红方占优。现场黄大师退车，阳城少帅没有这样走，他是落势。黑方先把这位置占了啊，红方平车吃卒，黑方进卒过河，红方补士踩车，黑方又回来了，那红方也回来了，又可以双车夺势了。这里黑方最好的走法还是下底炮，但黄大师就不走，他飞象叫杀，砍底象是一步吗？这种走法肯定是不行的。红方进车一将，黑方上将平车一抠往右走，退车一将上到三楼，平车砍士回到中间，紧接着平车再抠，一招毙命。这一招走完，阳城少帅就赢了。咱们继续演示啊，黑方肯定要往右平将了，红方可以落势。现在平车抠是绝杀，黑方只能下底炮一将，那红方就电车。这个杀棋还没有解呢，他只能退将，不然抠死了。红方可以考虑海底捞月，但是有个小细节，就是红方最好不要直接打象。黑方还有象呢，他可以飞到中间。红方吃象这一下不是叫杀，没法照头将，这是低头车。这里咱们要走细腻一点，不打象啊，先用车将。上三楼的话，那咱们就退车呗。白脸杀怎么办？放这儿，那就打呗。海底捞月成功了啊！要是回底线，这回咱们用炮打象。黑方再这样走，咱们就可以用车吃了。因为这是叫杀，平车又死啊，要是放着看守呢，就进车将上来平炮打车。黑方如果下底车拉住，那就炮不要了，黑方吃炮，红方再将上来吃车呗，也是能赢啊。看来大帅实力不减当年呐。好了，这盘棋结束了，下期接着聊。